为着庆祝双十国庆，经过新城、金钟社区、银河市等纷纷举办升旗典礼，家己市长闵惠亲自前往参与，甲市民朋友做伙唱国歌、国旗歌，向国旗敬礼，现场气氛让人感动。在国庆日即天，该市长闵惠特别前往金国新城、金钟社区，陪伴民众参与升旗典礼，受到民众热情欢迎。随后伫国歌声中，市长闵惠甲民众做伙唱着国歌，做伙升旗，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市长闵惠表示，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，疫情对全世界、全台湾拢造成了非常大影响，但是家的精神就是保持着希望继续拼，所以要做伙努力，继续做好防疫工作，更爱努力拼经济，让全台湾、全世界拢看到家的市。你除了金国新城、金钟社区以外，富冈山万福寺也举行2020年富冈山万福寺庆祝国庆升旗典礼暨三大东堂重阳敬老活动，以三大东堂的方式作为欢度国庆。在万福寺主持觉义法师的传令之下，一条免费甲大家共同切鸡蛋糕，庆祝国家生日快乐。新闻调频界市采访报道。今年十月的嘉义市夜晚，多了一点期待，多了一点陪伴，更多了一点浪漫的气息。这里有四季主题灯区，七座大型光艺术装置。10月1号到11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北香湖，浪漫在嘉义。